是何军，我是汪振正，我是卞英花，我是柏林，平安，金波，高宝丽，吉利，潘石屹。我们是在河南省安阳市蒋村镇的马氏庄园，我现在是在湖北省的恩施州，浙江的金华浦江县，中国的东部福建龙海，广东的中山市，中国威虎山雪村，我现在正在我们山西的蒙喜县，我今天是在运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兴县，云南江城，塞北福地扎兰屯，成都市新都区，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我在这儿呢。有没有跑偏啊？耶！中国年过年了，2015农民新春联欢会东部驻现场来到了美丽的福建省三明市，与三明的朋友们一起共度新春佳节。同时我们特邀了几位嘉宾主持助阵，分别还会带您一起领略独具特色的福建龙海的抢锅民俗，品尝浙江浦江长达288米的一根面美食，328个人感受山东运城独特的豆羊游戏，体验福建游戏震撼的板凳龙民俗表演，更多民俗更好看的精彩表演就在公北中欢乐中国年，福建三明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过年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2015农民新春联欢会啊，就正式的拉开了大幕。那从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我们一直呢会陪伴着大家，将用东西南北中五场的新春联欢和来自全国的
20个地方的春节年俗，为我们呈现亿万农民的欢乐中国年。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我们东部的主场，素有千年古县、朱熹故里之称的福建省三明市的尤溪县。那大家都看到了，手里边都拎着礼物呢，哪里掌声热烈，我们的祝福礼物就送给哪里。我呢，在这里哈，给大家送上的礼物是咱们尤溪的茶油。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茶余饭后精神好，扬帆远航争上游。哎，说得好，说得好。我手里边拿的啊，是我们尤溪的尤溪红。我祝大家鸿运当头，年年发。好。哎，干嘛来？来来来，我刚说完上半句，还有下边的。美酒茶香到您家。对对对对对对对。逗俺了，对，这回该俺说话了。嗯。大家好，俺是草帽姐徐桂花，俺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尤溪的冬笋，寓意着冬去吹来，世世大顺。好。说得好，说完了该我呢，我是大衣哥朱志文呢，这是咱们尤溪过年爱吃的特色，叫糕饼。大衣哥呢，祝咱们尤溪的父老乡亲、观众朋友们，在新年的高高兴兴，不生疾病。谢谢大家。该你了吧？这边我们常思思，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尤溪的特产金桔，在这里祝大家金玉满堂，大吉大利。大家好，我是董真，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三明人，报的是咱们尤溪的红酒，祝大家红红火火，长长久久。说的都那么好，寓意都那么准确啊。那接下来就是刚才我说的了，哪边掌声热烈，我们把礼物送给您。来，哪边的掌声热烈，来，哪边有掌声，来，茶油送到家，谢谢。好，来，不是大哥您上来干嘛，我是要送给您那个礼物。我也想跟大家拜个礼，那我表现一下吧。怎么表示？我写的是一笔双钩字。一笔双钩字，也就是空心字，这一笔不能断，中间不能断。那我提个要求。提什么要求？你不光要写出一个羊，还要在这个羊字里边再写一句祝福的话。这主意不错，能完成吗？可以吧？可以。家伙拿上来。哦，还有家伙事，有备而来呀，这是。哎呦，大家看啊，他这个一笔空心字不能断，只要一断笔，这就算他这个书写的时候失败，没有成功啊。哎呀，邓大哥还真是不得了啊。杨拜西林，祝大家吉祥如意。谢谢。刚才咱们董真已经说了，我们今天请的几位嘉宾里边唯有董真是咱们本地人。本地人，三明人。三明人，人家都写字了，你这老乡也不能光拎上点导演给的礼物拜个年就算完了。既然刚才咱们的邓大哥啊给大家写了一首好字，是拜新年，那我给大家唱一首拜新年怎么样？好。三明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能够回到家乡跟咱们父老乡亲们一起过年，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捎上了心意敲敲门，送到了你身边，好运了点点头，不幸了眨眨眼，唱一个饺子，美美滋滋乐开了笑颜，画上了红灯笼，贴上了新春联，把快乐做成年夜饭，才格外的香甜。一家子亲融融，一家人心相连，送一份祝福，喜气洋洋，日子红艳艳。拜新年呀，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了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与你
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拜新年呀，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了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拜新年呀，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了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谢谢父老乡亲们，谢谢董根。咱们几位嘉宾啊，什么这个大衣哥呀，草帽姐呀，想好了用什么方式给咱们观众朋友拜年？对，好不好？俺想好了，想好了。俺给大家带来一条鱼，寓意着年年有余。带了一条鱼。那个这个鱼可大了哇！大鱼啊！大鱼。在哪儿呢？大鱼。这里，你看这个鱼大不大？胖头鱼啊！跟你说，龙哥，你看着文章就看着鱼了。我文章来了，就是鱼来了。啊，那鱼呢？鱼在哪儿呢？上家伙事。这个文章到底怎么给我们带来鱼呢？大家拭目以待。祝呀，大家在羊年了啊，交好运发大财啊，年年有好运来。没想到啊，等来这么多鱼，年年有余，真不错，不错啊。这还不算厉害的啊，就说刚才就说那个王整，就说带就说山东这个运城打了电话说谁？王正正哦，就是那个超越梦想那个打来电话，他就是说在那边正在上演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关于羊的表演。好，那我们就到山东运城来看一看这个羊到底有什么精彩的表演。哎，运城啊，全国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正正。那么大家看到了，我今天是在运城。谈到运城，真是啊，今年呢是羊年。那么在这儿呢，祝愿咱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羊年大吉，洋洋得意。
运城啊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那就是这个水浒当中138将，你可想而知有72名是在咱们运城。我觉得这个又非常非常棒。那么重要的呢，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请了一些特殊的来宾，请看我们的主要嘉宾出场。在运城有着过年斗羊的传统，斗羊活动流行于鲁西南地区，在运城也是十分盛行。古时候百姓将斗羊称为风波事，如今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尤其是在春节的时候，大家便把自家的羊拉出来斗一斗，热闹的同时也为新的一年补个好彩头。这是什么品种，你介绍介绍？小尾寒羊。小尾寒羊，这个性格上可能是在很多方面来讲就比较暴。对，咱们这个绰号叫什么？小旋风。小旋风。对。哎呀，这也是水浒，就是单八将里头的。对对，比赛的时候的速度特别快。比赛啊，有底气呢，会唱歌的人，他底气就足。超越梦想，一起飞。鼓掌。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看见啊，这二位老哥，咱们这个绰号叫什么？叫霹雳火。霹雳火。对。哎呀，黄老师，你来摸一下羊背。摸一下羊背。对。什么意思？快乐加倍。你这是吉祥话呀。还有摸摸羊角。啊，开心到了啊！摸摸羊头。摸摸羊头。鸿运当头。哎呀，就这有点意思了啊！这个啊，鸿运当头。哎呀，那个小宝，那个郑叔今天是给你来做主持的啊。那个老爷子，这羊有什么特点？这个羊的名字叫艾多福，它的主要特点。稍等，叫啥名？叫艾多福。艾多福。艾多福。导演，你听懂了吗？我怎么到这半天我都蒙圈呢？哎，啊，艾，哎呀，老哥，你说对了。矮脚虎，矮脚虎，好啊，介绍。它的名字就叫矮脚虎，它的主要特点是腿短，身子重。那就像我这种腿长的就不行了。王正正，人家逗的可是羊，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哎呀，哎呀，这位叫啥名字？我叫拼命三郎。拼命三郎，那个今天咱是来做节目来了，还是？啊，这还真有点那个劲儿头。这拼命三郎一出场，展现出的气势就将汪正正彻底征服。完了，每个羊的这个个性，刚才我已经看了。太棒太棒，但是呢，唯独有一只羊啊，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公不公平啊，也不是说咱们其他羊不好，但是就刚才那拼命三郎，那家伙还没打招呼，一上来，满地都是土啊，那家伙，我觉得他有点行，应该能拿冠军，大家预祝一下好不好？好，哎，好。此次运城羊鹰斗羊的活动设立了3个年龄段，也就是3组冠军。参加比赛的羊要为这3个冠军名额展开争斗，谁都想在羊年成为名副其实的羊王。放开我，我还没尽兴呢。别跟我套近乎，一会儿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经过几轮对决，最终有6只羊脱颖而出。他们将根据年龄分成2颗牙组、4颗牙组和6颗牙组3个组别。每组获胜的羊就将成为该年龄段的冠军。首先登场的是霹雳火和黑旋风，他们都以力量见长。那么究竟谁将更胜一筹呢？霹雳火和黑旋风看来是要大战300回合的节奏啊。最终还是霹雳火取得了胜利，第一个分组冠军也由此产生。接下来第二组的对决将在一枝花和小旋风之间展开，双方的特点都是速度快，爆发力强。那么究竟谁能夺得第二组的冠军呢？
瞧，这哥俩脾气还都挺火爆呢，看来他们都想趁着羊年发一下扬威啊。经过最后这一撞，小旋风还是败下阵来，一枝花获胜。前两组的冠军都已尘埃落定，这第三组的冠军会不会属于之前被汪正正看好的拼命三郎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第一次撞击，拼命三郎明显还没有找到比赛的状态，接下来可要努力了。这第三次撞击后，两只羊竟然同时倒地。不过顽强的拼命三郎最终重新站立起来，夺得了第三个年龄分组的冠军，取得了羊年开门红。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这个不负众望啊，现场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个三只羊。为什么要三只羊呢？这个三羊开泰啊，这个里头有说法，三只羊呢是三组的冠军，老中青三组。那么拼命三郎呢，今天呢确实是啊，我这个没有看多眼，他真的是获了他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冠军了。我这个时候呢，我就应该啊把我这个大桂花我自己亲自给咱们拼命三郎带上。运城人民祝全国农民朋友新春快乐，羊年大吉。其实来到咱们三明啊，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咱们的客家文化。当然了，对，因为这里呢是我们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而且呢客家祖地就在三明。哎，听说啊我们客家的山歌是特别的好听。哎，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现场有没有啊，现场有哪位客家的朋友能够给我们即兴的唱唱客家山歌，举手。有吗？有吗？哦，这有两位。这两位来来请上来，请上来，请上，请上。哎呦，大哥您怎么称呼？我姓卢德生。您呢？我姓黄小丹。想给我们唱一段什么客家山歌呢？我觉得今天是过年，要不然咱们唱一段吉祥歌吧。吉祥歌？对啊。朱之文跟草帽姐你俩有任务，一会儿呢他们二位唱完之后你们得上来学，不会才学呢嘛。正洗耳恭听呢。来，吉祥歌我们听一听。神的那个歌嘞，歌嘞，给我养我，好养好养好养。神的那个你喏，喜欢雄双歌哟。无伴奏，和声演唱，唱的太好了，我一句都没听懂。大衣哥跟草帽姐，你俩听懂了吗？你俩听懂了吗？俺俩更没听懂。没听懂。嗯，让这个两位教你们俩一句，来来，好不好？来来，听听看，听听看。那这样吧，我教长毛姐唱两句。大哥，来，你教我。那我们就唱前面四句，行吗？行行行。行，我估计他们的智商前面两句就可以了。你先唱一句试试。山的那个歌嘞，山那边的歌嘞。你这是普通话，好好听。啊。西台湾哟，西台湾哟，这句好。山的那个高嘞，山的那个高嘞，美声唱法。西台赞哦，哎，我没听明白这个是词儿。西台赞哦，起太早了，起太早嘞。哎，朱主任就是聪明。我说哈，刚才他们俩是对歌，你们俩呀，再怎么说也是歌手，也可以来个对歌的形式嘛。对对对，对呀，啊，对歌没问题，好吗？山上那个道上哎，有嘻哈，
悉的那个人民哎，喜洋洋。好，好，谢谢。我听明白了，这是两个山东人在夸游戏。哎，两位，两位，你们作为咱们客家山歌的演唱者，评价一下朱之文跟草帽姐，刚才他们学的好不好？我唱的好不好？哎，你真漂亮，唱的太好了。哎，你长得真好看。其实我们客家除了有山歌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民俗，比如说像要过新年的之前呢，就是家家户户都会酿上新酒，然后在过年的时候就是一边喝着酒一边唱着歌，所有客家的酒歌，你们想听吗？想。好，我们来欣赏客家酒歌。棒了，不过节目虽然是好啊，但是不过瘾啊。你看这几个人抱着个空酒坛子，里面一滴酒都没有，这是艺术表演。我觉得呀，还是来点实惠的吧。不是你要干嘛呀？实惠，你知道吗？你看，哎，吃可以。但是咱们在录节目，你看录出来以后，全国观众一看，多不好看呀！多好吃啊，还等什么呀？干嘛？不，不是，你不也一样吗？你知道这叫什么饼吗？叫什么？梅鲜肉光饼。还有什么好吃的？还有清汤面、大条面。过年一定要吃的，对不对？过年还有什么必不可少的？大姐您慢点。艾草做的艾果。艾我？艾果？听错了，我听艾我。来，好吃吗？我呀，其实早就听说了，我们尤溪这儿的这个面食啊，种类特别特别多。今天啊，果然是这么一尝，名不虚传。哎，我跟你说，好吃，大家都知道，你也知道，我老家在浙江。在我们的金华呀，听说有个村子，那里的拉面，知道吗？一拉能拉出几百米长，吹牛，真的吗？真的。好，那既然这么神奇，我们就赶快去看一看吧。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祖国的东部，也就是浙江省，是我们两个人的
老家，我们都是浙江籍的。那这会儿呢，是在浙江的金华浦江县盘溪镇的潘周家村，来感受到呢我们这里农民朋友呢非常浓郁的过年的气氛。众所周知，北方人喜做面食，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的位于浙江省浦江县的潘周家村，也同样以春节做面食而闻名。那么这里的面食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吕薇和钟丽艳就将带领大家一起体验潘周家村独具特色的春节面食。我发现我们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你好，正在做吃的是吧？是的，是的。这个美食很漂亮，这怎么是五颜六色的？这什么东西啊？是啊，对呀、啊，彩色米筛耙，米筛耙，米筛耙是咱们潘周家村所属的浦江县独具特色的面食之一，外形五颜六色。是因为在和面的过程中加入了西红柿、紫薯、胡萝卜等新鲜的蔬菜原材料，而之所以把它在米筛上耙成螺旋状，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做好的面食经过长时间以后会粘在一起。以前每到过年，家里男主人因为干农活往往会忘了时间，回到家做好的面食已经粘在了一起。为了让他们能吃上一口新鲜的年夜饭，所以就有了米筛耙这样的美食。久而久之，米筛耙也成为了这里不可或缺的年味之一。很香哎，很香的，很香很香。说到咱们潘周家村的面食，带有米筛耙是远远不够的。品尝过这道开胃美食之后，真正的重头戏就该登场了。父老乡亲们都来了，因为我们要一块儿来扯一根特别特别长的面。有多长啊？听说原来的时候是250米。250米。对，你想象一下，250米，小时候跑步的时候，250米半个操场那么长，一根面哈。一根面。但是今天呢，我们听那个村支书说呢，他又有一个破新的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北方人过年吃饺子，在咱们潘周家村就要吃这根面。不过这根面条能够达到250米，这真的有可能吗？潘周家村就有这样一项传承了300年历史的面食工艺。潘周家村实际上是潘家村和周家村，因两村相隔很近，而且家家都会做面，每到过年就会齐心合力做这根面，所以也就有了现在的潘周家村。咱本来今天要从我们周家拉到潘家。啊，是这样，就是潘家离我们这儿还有点距离，为了表达这个我们这两家人的这个和谐心连心，就拿面给连起来是吧？怪不得。话不多说，我们还是赶快看看今天潘周两家在一起能不能成功拉出这根面呢。这甩面讲究的是力道和技巧，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也是相当的重要，需要经过和面、打面、揉面、盘面等大大小小十几道纯手工工序。拉完了，那我们什么时候量这尺寸呢？这面是拉完了，但是要想测量它到底有多长，还需要咱们两村人一起来帮忙，共同牵起这根面。我看到这些父老乡亲们争先恐后的拉着面条，看来这一根面拿在手上是有什么意义吗？长长久久啊。大家看我手上的就是面尾哦，那么我们现在的面头呢是在我们另一个潘家村，从周家做好了拉到这边来，然后要在潘家下锅。这根面已由潘家人和周家人共同牵起，那么它到底有多长呢？我们还是先用报数的方式来看看一共用了多少人才牵起了这根面包。4、5、6、8、10、3、8、23、3、25、3、26、3、27、3、28，到我手上。这由328个人一起牵起的一个面，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吧。前方报来呢，我们那个人数呢，总共是328个人。那如果是每个人手上大约有90公分吧，按90公分算的话呢，应该是300米不到哈。嗯，我们大概算了一下，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就出来的，288米。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下锅，好吗？来，锅打开，起锅喽！当心啊，好，起锅喽！这个面下的锅里也就正式拉开了盼周家村春节的序幕。两村的村民盼了一年，就是为了盼这个欢天喜地、阖家团圆的喜庆日子。在这新春佳节之际，舞起来、跳起来，更要吃起来。哎，一个面来了啊！哦，面来了，面来了，面来了！来，来一根面。这根面做出来是一根，入锅是一根，盛到碗里是一根。入到口中也必须还是一根，这样才象征着幸福生活，就像这根面一样长长久久。吃完了这一口这个一根面，然后呢看着满桌的这个美味佳肴，然后感受着家的这个温暖，我想起了妈妈了啊，想起了我的妈妈了。那我想，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在家是最辛苦的。那在这里呢，我想把一首想妈的日子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的父母，祝他们健康平安幸福。离家已多年，地北天南，忙碌日复日，四季难得闲，一个心愿挂心头，想回到妈妈妈妈身边，想和咱宝你笑一笑，想吃咱妈煮。我们在浦江县的盼周家村，祝全国的农民朋友新春快乐，羊年大吉。今天来到咱们三明了，我们这儿有牛人，是吗？对呀、啊，哎，傅云龙，你牛人归牛人，你弄出这么多瓶子来干嘛呀？弄出那么多瓶子，当然是和牛人有关了，对不对？啊，来，大家掌声热烈点，请出咱们三明的牛人陈仲庆，来，仲庆有请。骑着独轮车上来的哈，哎，大家好，我叫陈仲庆，来自福建尤溪板面乡关田村。哎，你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表演呢？啤酒瓶口上面骑独轮车，这是多少个啤酒瓶？196个，196个，大概有几米？9米，9米长的啤酒瓶啊，在那上边，他骑独轮车，啊，真的？什么叫真的？你来让我还有什么质疑吗？在啤酒瓶口上面倒着骑独轮车？对，哎，今年羊年、别吹牛啊，你要能倒着骑。我就能挣得起。仲庆，就是阿伟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能不能摔得很惨，就完全仰仗你了。不，自古以来倒着骑的人我只听说过一个，那叫张国老。我们来见证奇迹了啊、来，好，现在呢已经大概有3米左右的距离了啊，完成了1/3的对路程。啊，哎呀，哎呀，好危险啊啊！没关系，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哎，这个太难了，完全要靠自己的感觉和平时啊一次又一次的锻炼。哇哇，
刚才我好像记得有一个冒充张国老的人，他说如果他能倒着骑，他就能正着骑，啊，我们给那个厚颜无耻的人一点掌声，请他出来好不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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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阿伟，你即便摆出憨豆先生的状态，你依然要骑车，我们不让你上啤酒瓶，你就正着能够站在这上面就行。你扶着我点，你们俩扶着我点。来，甘拜下风。既然大家都觉得叹为观止，太神奇了，其实我还要跟大家说，天空飘来六个字儿，这都不是事儿啊啊！掌声再热烈，增加难度。因为我今天回家了，我非常的激动。那我想今天做一个更新的挑战，更加困难的一个挑战，在扁带上面骑独轮车。在什么上面？扁带。仲庆，你是要在这个扁带上面骑啊？没错，大家看了，可能高度要有1.2米左右吧，对吧？我们看过走钢丝的，在钢丝上面骑车的，但是我觉得比钢丝难度系数要高。对，因为它这个扁带它弹力很大。对对对，仲庆的表演马上开始。这个它很晃。这是挑战人类极限，我觉得这重心太难把控了。今天呢刚刚下过点小雨，扁带上面都是水，车轮上面也都是水，这个就更加给陈仲庆增加了困难。哇，你看观众朋友，哇，来安静。其实我觉得无数次的自己的尝试才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天非常惊心动魄的这样一个表演。好，钟庆向我在示意说最后一次，今天真的是下雨的原因，轮胎和扁带上面现在都是水，平时的表演就很难，今天就是难上加难。非常棒啊！好了，朋友们，请大家记住我们游戏的小伙陈仲庆为我们带来的独轮车行走在这么危险的扁带上，谢谢。咱游戏人，我们三名的很多朋友人才辈出，对，牛人很多。这，别，你先把酒给我。这，我先问问你大哥是啥意思？我要上春晚，我要在舞台上表演节目。今天这跟啤酒瓶盖上了，怎么都？这酒瓶可是我的道具啊！这什么道具？我会用两个手指把这个啤酒拎起来。我以为什么呢？两个手指把啤酒瓶拎起来。哎，大哥您看好。我跟你说，他还是用两个粗的手指，我用一个粗的，一个细的就行。我会的，你肯定不会。你会的，我肯定不会。我先问问大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高优，我来自。游戏中心东华村的，你怎么念？停！哎，我说朱志文啊，你来挑战一下吧，朱志文。我还没看明白嘞。一个放在瓶底儿，一个放在瓶身。你这仨手指。我待会请一位搭档上来和我一起表演。搭档在哪儿？来，请上搭档。哎呀，怎么称呼？我叫蒋振环，来自游溪中仙乡。今天我跟我搭档在这里，跟游溪的父老乡亲，还有全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拜个年，大家新年好。哎呀，这边有一个啤酒空箱，这边啤酒都插满了，然后怎么表演啊？这个我会在1分钟时间内把这个桌子上的啤酒搬到这张桌子上。如果给我时间，我保持20分钟不会掉下来。给你时间可以保持20分钟，你能在这坚持1分钟，就算你胜利，行吗？好的，好的，来，阿伟，你来计时。好，老朱，朱之文，你来，这个我来看，我来学，来裁判。好，预备，开始。我们看啊，大家盯住，必须是两根手指。
哎呦，还用了三十秒，现在对，最后一瓶，好，39秒15，哎呦，速度太快了，哎，这还保持。你看边上那大哥依然在这坚持着。他如果现在拿下来以后再能带起来重东西，我就是特别叫我干嘛就干嘛，我给大家唱歌都没问题。说话算话，下面得拴上重物。哎呦，还能这么玩啊？哎呦，哎呦。哎呦，还花式，还花式啊、哦！再来一瓶，哎，这个还有点意思，哎，这个有点意思。他在抛接的过程当中，始终是用两个手指，哦，哎，朱之文，朱之文也要成功，好，哇，朱之文成功，哎呀，朱之文尝试啊，来来来，好，哎呦，哎呦，来，哎，朱之文成功了，哎呀。真的很棒，哎，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刚才老朱说的那个难度最大的，底下要拴上重物，坠重物，怎么玩？我现在我用的是那个正常的拿的，很费。好，现在下面是五瓶，现在是上面那瓶六瓶，六瓶啤酒。好，啊，好，五、四、三、二、一，成功！牛，太牛了，成功，成功。哎呀，这是游戏有牛人啊！我现在是心服口服。我说咱们这个游戏那么发展的那么快呢，因为咱们游戏的人才是特别特别多。但是我们不想听朱之文过多的说啊，对呀，想听你来点真格的。好，看到大家的掌声那么热烈，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首《火火的情怀》。火火的情怀。春不的爱，滴滴汗水在表白，勤劳走上富裕路，幸福花儿开，锣鼓敲起来，秧歌扭起来，乡村变成了大舞台。如今农民走进了好时代，歌星伸手展风采，乡村变成了道台。如今农民走进了好时代，歌星伸手展风采，乡村变成了道台。福建龙海那边啊，它有几根杆子支起来一个高台，它也有一个民俗，它叫抢孤，特别的惊险，也特别的刺激。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中国的东部福建龙海，我的后面已经搭起了一个十几米高的庞然大物，这就是咱们龙海最有特点的抢孤棚。每年的这个节目会吸引很多来自海峡两岸的朋友在这里祈福纳福。那么他们是怎么抢的呢？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抢孤队伍已经集结完毕，等一下呢，他们到上面抢的东西就是这些，都已经摆在这里。我找一个老乡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东西都分别代表什么，有什么深刻的含义。这是江东鲈鱼，江东的鲈鱼。江东鲈鱼呢，是生长在我们龙海有一座800年的古桥，叫江东桥。哦，桥下的水啊非常清澈，水质很好，这里生长出来的鲈鱼呢特别的鲜美。同时呢，它也代表着年年有余。年年有余代表，太好了，太好了。这是白水灌塘。白水灌塘呢，象征我们的生活啊，甜甜美美。这是原作的桂圆干，桂圆干，桂圆干呢，它象征着富贵团圆，多子多寿。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是石马的长寿龟，长寿龟，龟它是
最长寿的一种动物。对对。所以呢，用长寿竹叶来象征我们的长寿吉祥。长寿吉祥。长寿吉祥。哦，哇，这是酒啊，这是杨梅酒。蜈蚣杨梅酒，我们过年过节都要喝酒啊，喜庆呢、啊。对，是不是？而且呢，也象征着长长久久。这个呢，水仙花，这个是。水仙花。哦。水仙花呢，是中国十大名花，也是我们陇海的市花。哦，陇海的市花。而且呢，这种花呢，很清香。很美，很美，很美，也代表着生活美好，生活美好代表寓意深刻。好，这个是菠萝，菠萝，诚心菠萝呢，在我们这边呢叫万来，象征什么？象征我们的财气旺，财气旺啊，国运旺，国运旺，家运旺，家运旺，对，旺旺旺，多旺，什么都旺，万事大吉。我们问一下，他们两个人都想得到各自什么礼物？你想向你拿什么礼物？菠萝，菠萝也是菠萝。这位先生，你要向你拿什么？啊，拿菠萝还是拿鱼还是拿水仙花，还是拿桂圆？随便都可以。随便都可以。只要上去就行。抢菇习俗通常两人一组，通过攀爬柱子到达14米高的菇棚顶端，爬上棚顶的人即可收获新年礼物。我是大哥，你还没有到达棚顶就开始欣赏风景了吗？哎，太遗憾了，失败。加油啊，绿队大哥已经到达关键的地方了。真正的难度在于他要从柱子上翻到棚顶上，他能完成这一高难度的动作吗？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胜利在望了。他是否能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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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失败！看来这孤棚还真不是一般人能上得去的。咱们还是来看看下面两位选手的表现吧。您上去之后拿什么礼物？一定要拿到鱼，年年有鱼。抢菇一开始，穿粉色衣服的这位帅哥就一马当先，这攀爬技巧一看就是练家子。绿队大哥，您可不能放弃。太遗憾了，失败。小心，抓住，加油加油，胜利在望。他是否能成功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胜利！陇海的抢菇年俗真的是太刺激了。陇海人民，祝全国的农民朋友们新春快乐！阿伟，你看啊，大年初一大过年的，我们请了几位嘉宾啊，和咱们三明的朋友和尤西的父老乡亲一起过年。嗯，几位嘉宾表现都很好，好啊，但是其中就有一位，哪位啊？你看坐在那儿吧，
长时间的在那思来想去，啊，也不知道他思考什么。你说是谁呀？还能有谁吗？常思思吗？哦，有请三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先给大家拜年了。必须得带礼物嘛、那这次来的话应该说我带的不是一个有形礼物啊，应该是带给大家一份感动。一份感动是我们三明市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三明市的无偿献血志愿者的群体，我们今天有请他们的代表上来。有请有请。这两位怎么称呼？我叫林瑞班。林瑞班。我叫周翠玲。思思，我很想知道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故事那么触动你呢？林瑞班大哥呢，他是我们三明市无偿献血志愿者的楷模。早在1998年，他就和几位热心无偿献血事业的志愿者们共同创建了我们中国的第一个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他们当时还创建了这个各个血型的应急小分队，在需要的时候只要是一个电话一个短信，队员们就可以迅速到位。那我想问一下林大哥，您这个在您的记忆里边还能记得清吗？一共这个献血多少次了？大概这个献血总共献了多少了？192次，26万6600毫升。我知道啊，一个人体内的平均的血量大概就是5000毫升左右，这26万6600啊，相当于50多个人。那这位呢，思思，你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他是林瑞班大哥的爱人。哦，嫂子。嫂子呢，他本人也是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因为献血结缘，并且他们是在献血车上举行的婚礼，是吗，嫂子？对，就婚礼的当天，他把我从家里接出来，我们就直接来到献血车上，以献血的方式举行的献血婚礼。哇，我觉得这个婚礼太有意义了。那我得问一问了，您到底爱林大哥哪一点？我觉得他是富有爱心的人，值得信任。那掌声呢，再次送给两位志愿这个献血者啊，谢谢献血者。谢谢。只要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携起手来的话，就肯定像我们思思的那首歌一样，就会有一个最美的中国。来，掌声欢迎思思。一往长城难忘家，望不尽江山土碧辽壮，二月新柳悄然轻霜，最美神州下古远，春秋过往，岁月回年华。最美中国意，抒情岁月长，苍茫茫。谢谢思思，你看大年初一啊，对呀、啊，咱们中国人呢就是要图一个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三明不光有红色，而且呢还有漫山遍野的绿色。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啊，是76.8%，跟一片绿色呀。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里边，哎呀，尤其是刚才品尝了美食。还呼吸着我们三明如此清新的空气，我不禁诗兴大发呀。我没听说你还会作诗啊。我小的时候3岁
就开始作诗。啊，一片绿来一片红，三明风景大不同，一片红中透着绿啊，一片绿中还透着点红。好诗，好诗。哎，这也叫诗啊？啊，看我的，看我的，听我的啊！今天大伙儿到三明，过年一片好心情，好山好水好风光，就是多个富裕荣。招你惹你，咱俩有仇是怎么着？不，有你这么作诗的吗？啊、你那叫诗吗？我这2015年，哎呀哎呀，哎呀，别吵吵了！你干嘛呀你？这大过年的影响我们给大家拜年了。来，老公，来把这个牛放下来。别别别，哎，刚才这叫他什么？这是俺老公。别别别，他是你什么人？这是俺老公。真是你老公？这是俺小黑他爹。过的是羊年，你抬个土牛上来上来干嘛呀？刚才导演跟我说让我带牛的。来个赶牛的。别别，又来一个。哎，你等等，什么意思？不是干嘛呀？这是打牛干嘛呀？怎么了你是大哥？鞭牛，这个是游戏的一个风俗。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咱们游戏有这个风俗吗？啥意思呀？这是这个叫鞭牛节春，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要竖一只的土牛，然后用鞭子就抽打它，祈求幸福。就是说这个牛被抽得越狠越重，送给大家的祝福就越多。既然这个土牛啊，鞭牛有这么好的寓意，你俩把这个牛送给我们前面的观众，好不好？好的。有没有要幸福的？哪边？两位到咱们三明了，不能光用我们本地的这样一个民俗拜年弄个土牛就算完事儿。对呀、你俩咱们都知道啊，对吧？两口子夫唱妇随，夫唱夫随，给我们唱一首吧。这么地吧，俺俩给朋友们唱一首《幸福夫妻》，祝愿全国的每一对小夫妻像俺们一样，幸福美满。哎呦我天哪！好，掌声欢迎。哎呦，你看我说两句，祝愿小夫妻，还得祝愿老夫妻，祝愿天下所有的夫妻都能够白头偕老，和和美美，甜甜蜜蜜，早生贵子，最好像我两口子一样，像龙凤双胞胎。鼓掌。好，过年了，大家开开心，一起拍拍手来。男人的胸膛是女人的天，把女人的梦放在心里面，再大的风雨我勇往直前，只为爱你一万年，只为爱你一万年。当初爱愿意嫁给你，为的是小伙有志气，不求你富贵做高官呀，只求相爱又相依。你的肩膀是我的山，两位第一次来三明吧？第一次。
对我们三明的文化了解吗？了解的非常的多。好好好，考你们一个问题啊。考吧。我们一会儿要演一个节目，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对面一个撞母马。什么意思啊？撞母马。我就让你猜啊。撞母马。撞母马就是把马撞到木头里面。咱们现场的本地的朋友告诉他们，撞母马什么意思？是女人啊，撞母马是女孩啊。对，撞母马就是女孩。哦、啊，这个节目我知道了。还没演你就知道吗？你对面一个撞吗、对面的撞母马看过来。停！打住！您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就是对面一个撞母马，不就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吗？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对面的一个撞母马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有一个这个船工在河上划着船呢，哎，突然间看到岸边有个洗衣服的小姑娘，哎，然后呢，他为了表达爱意，啊，他就给她唱歌对歌，这叫对面的女孩装母马啊，嗯，对面的装，哎，你们俩就现场表现一下，来，正月里是新年哪得儿哟，没娃的呀。没有嘛？什么情况？喂，没娃的呀，国货是哪一个来推我嘛？啊，这船工有点傻。对呀。哎，没娃的呀，国货哪个来推我嘛？跟谁说话呢？还谁呢？人说你呢。哎呦！我想过河，你把我推过去吧。我凭什么推你啊？因为。哎呦我去！因为什么意思？是不是相中我了？相中你了，相中你了！快快快！有给我搞对象的意思？对！快快快！有戏！把我推过去嘛！好不好嘛？不是，装木马是姑娘。对呀、啊。你现在不是我媳妇儿，你是那小姑娘。对。矜持点，矜持点。矜持点。哎，有船吗？没有船，有车。哎，有船吗？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苍苍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啊、你的河？小船悠悠水中过，花开河面层层波，层层波。采一朵水莲花，妹妹我送哥哥，悄悄话儿悄悄说，甜甜蜜蜜洒满河。你们俩表现的对面的一个撞母马，啊，完全是这个惨不忍睹。对，啊，到底我们游戏本地的这个节目怎么样呢？来，大家看一看精彩的对面一个撞母马。
哎呀，这意境，这小伙这么帅，姑娘那么靓。虽然我表演的不如那个女孩好看，但是大家不要对我失去信心，因为我还有更精彩的礼物送给大家。就是在咱们的尤溪县有一个梅仙镇，一到过年的时候啊，就有一条巨龙要出现。这条巨龙一出现，浑身金灿灿的，有几百米长，几百个人一起舞动，那是非常的壮观，要不要去看一下？行行行，好了，朋友们，到底这个草帽姐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福建省尤溪县的梅仙镇，传承了一项古老的年俗技艺——板凳龙，这可是当地过年期间最传统的年俗活动。今天草帽姐来到这里，与乡亲们一起过大年，全村老少齐动员，究竟会舞出一条多长的巨龙呢？周大哥，哎，咱这个龙灯有多长呀？这么长啊？哎，这好长啊！多长啊？我们这个一共是101.15米。为啥呀？哎，今年是2015年，我们取的015。哦。每阶2米，总共是200多米。其实我知道哈，咱这个板凳龙啊，不光是观看咱这个队伍这个壮观，其实还有它的其他的寓意。至于寓意是啥呢？我做了好多的功课，想知道也会告诉你们。板凳龙每年必须要由村里最有威望的人家来制作，今年这样的喜事落在了肖氏兄弟的肩上。兄弟二人先是要挨家挨户收制作板凳龙的公共开支，之后就可以开始着手制作龙头了。做好的龙头讲究就更多了，都有什么样的传统呢？这就是龙头啊！哎呦，这么大呀！是啊，太漂亮了！这得多长时间呢？这个可能要2-3个人要做半个月，做这个纸晃一下，每年。每年都是这个架子吗？对。啊，一辈一辈传承下来的。对，没错。就是每年换一套新衣服呗。对。新做的龙头还不能舞起来，一定要用美食来供奉一下。都有什么美食呢？这么多好吃的，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金钱饼。为什么叫金钱饼啊？供一下，每年都是每家每户好赚钱啊，发财的意思。怎么还有面条呢？这是长寿面，长命百岁呗。啊，对，这个意思。啊，这是大米做的白果，打18这样子打成一块一块的。这叫啥呀？这是叫公鸡，上面就叫公鸡袄。龙头的准备工作就已经让人大吃一惊了。不过听说草帽姐还有新奇的发现，到底是什么呢？累不累？累呀。哎，我试试啊。我不累。你不累？我也没试，我试试。由100多节又直又硬的木板拼接而成的板凳龙，可不是谁都能轻易抬走的，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让巨龙前进。那梅县的父老乡亲们好聪明啊，用这么简单的板就可以做出来这么壮大、这么漂亮的龙。对呀。嗯，我家也有一头。你家也有啊？他家有。虽然叫板凳龙，但是最早不是用板凳做的，是什么做的呢？哎，我知道，这就是板什么龙？板凳龙就是椅子，坐那个椅子凳子是吧？嗯，板凳龙床铺板拉来可以改造的这个板凳龙。为什么用床呢？有啥寓意吧？有啊，生孩子啊，多生多福啊。在当地方言中，灯与丁是谐音，所以用床板做的板凳龙就有天丁天福的寓意。那每家每户出多少龙身，又有什么讲究呢？让我们去百岁老人的家里问一问吧。老奶奶，你今年多大岁数？90。那咱这个家族来说，是不是应该是年龄最大的呀？最多还是最大的。那咱家这个龙身这么多了？那都是我们这里最多了。50几户住在这里。50几户。每家每户我这里都有这个一阶一阶的。但是我看这个木头是不是很破旧了啊？这个移下来200多年了。你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吧？对对对。一年就用这么一次，一年就出来赢一次。板凳龙的龙身可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手艺，用床板、竹子和纸这些生活中的常用工具，就能组成一条巨型长龙。你多大了？11岁了。他这个是一代接一代，这个传承下去的。
板灯笼已经准备完毕，什么时候能开始舞龙表演呢？村里有一个古老的信号，叫做三口冲，冲声一响，就是通知全村乡亲们今晚要出笼，现在准备开饭的意思。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来，看看就。刚才我们这个孩子们啊，练的是朱子家训。朱子家训。一个朱熹的家训。朱熹是这里人吗？对，朱熹就出生在我们尤溪。是吗？对。所以呢，朱子家训呢，我们代代相传。毛毛姐啊。我帮你介绍一下，这晚上吃饭呢，这是一家人，这是我们组长公。组长公好，过年好。谢谢。咱们家族多少人？快到10000人，9800多人。哎呀，咱们修士家族这么多人，多少个龙灯啊？有天地人和四兄弟，有4条龙。我们这个迎这个龙灯呢，讲究的也就是和睦，讲究的也就是团结。一节一节它是这样连起来的，这个节跟节相连，心跟心相连。新年快乐，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谢谢。舞龙之前还有什么传统呢？那就是迎龙头。夜空中绚烂的烟花拉开了舞龙表演的帷幕，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红红火火闹新春。周大哥，咱这个舞龙队伍浩浩荡荡，这么大这么长，这个观众这么多，得走多远呀？要从下游走到上游，等一下还有很多可以惊喜的地方让你期待着。真的？那太好了。板凳龙最妙的表演是什么呢？当然是盘龙了。将115条直直的板凳盘成圆形，绝对是个技术活。这独特的结构，庞大的场面，让草帽姐看得意犹未尽。周大哥，你看那个龙头掉头了，是不是结束了？还没呢。还没呢。对呀。还干啥呀？龙头还要掉个个，上个水尾拜年，要拜天拜地。然后呢，还要解龙，解龙完了以后要回龙。回龙是不是结束的意思呢？根据梅仙镇的传统，回龙的路上，龙头还要挨家挨户去拜年，给乡亲们带来幸福吉祥的好兆头。在过年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福建尤溪梅仙镇用百米长龙舞出了火辣辣的年味儿，舞出了暖洋洋的温情，更舞出了薪火相传的文化。福建尤溪县的父老乡亲们，向全国的农民朋友们。衷心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快乐，笑口常开，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身体好，幸福年送给你。2015年农民新春联欢会东部主现场的节目啊，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在喜悦和幸福当中呢，再一次祝您春节快乐。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羊年大吉，事业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千万不要忘记哦，明天晚上在同一时间里面收看我们的农民新春联欢会西部现场的精彩节目，同样有精彩在等待着大家。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再见，不见不散，明天见。成功了。